是要跟鲍鱼，就是打给你老爸吧？啊，打给我爸。打给你爸爸。你来了，我昨天刚回来的。哦，谢谢你啊。他也是咱们内地的，好巧，一出门就碰到他。帮你自己要抓住他。咱们又不是做贼，抓住他。今天这么有太阳的味儿。告知你，其实我。今天我俩准备出门去吃一个很赞的早餐店，吃完再去采购点东西。家里的冰箱也是空的，再顺便去街市买点蔬菜回家。来了香港才知道，在香港二楼叫一楼，如果你要坐电梯到地面上叫车，内地是一楼。我身旁，来让我讲一声。香港的药店不单单卖药，它还卖咖啡、饮料、生活用品、护肤品等等。香港的出租车有两种颜色，红色、绿色，分别跑不同的地区。我们现在准备去吃男朋友从小吃到大的早餐店，听说周润发也去吃过哦。买东西就到这条街来。香港的出租车有五人座和四人座，车尾贴五字的可以坐五人，贴四字的可以坐四人。如果大件行李需要放后备箱的，每件加6港币。取票了吗？男朋友还是小屁孩的时候，就经常跑来这里吃。店老板从小帅哥，如今也长成了老爷爷。店铺小小的，坐在一起挤挤的。听说还是几十年前的装修，即使不是饭点，也总是坐满了人。三明治里面的鸡蛋又软又嫩，入口即化，只是油有点大，一周吃一次还是不会有太大负罪感的。吃饱了，吃饱了。今天在上水广场买菜，我就挺喜欢这种充满人间烟火的地方。看到摆放规律整齐、绿油油的蔬菜，心情就大好，什么都想买。这里承包了我大部分的购买欲了，我是不是很没出息啊？一人背一个袋。出门买了两大袋东西，这种天气出门真的是受罪啊，热得半死。这个是帮我阿姨带的，这个是吃睡眠的，我和我妈一人一袋奶粉、坚果、黑咖啡，还有一袋青菜。今天的晚餐，哎呀，哦，我家的大厨开工了，我已经闻到香味了。哇哇，好久没吃你做的菜了。一个月而已吧，大楼。一个月很久了，大楼。开饭啦，开饭啦！今晚的减肥餐，我都没吃你右脚，满满的蛋白质。他就放了盐跟糖，什么都没放。半糖而已。原汁原味。